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看我这身行头，今天像是来干啥的？可能你已经猜到了啊，今天去挖蜂蜜了啊。我发小看到山上有野蜂蜜，我们过去瞧一下。山沟沟里面啊，这是农田，这是插的大窝。我们这边叫大窝。叔叔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先冲我的，冲我的，你用了，来来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田埂小路，弯啾啾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怎么发现那里有蜜蜂的？在这里种田，在这里打田。然后插秧的时候，听到了声音，好，然后声音，然后上去看，好，就看到了发现了一窝。运气好啊，在这里干农活的时候，听到了蜜蜂的叫声，然后就跟着蜜蜂找过去，就发现了它的窝。我有飞机，那哪个飞机？哎，到这，强吗？严些，哎呀，走、下去。你那都冒死。那天气热。对，哎，麻烦我。哦，在这个地方。我是把那帮忙的那些过来给小哥，可以。这些鼓鼓几大？哎呀，要端平的，把它端起来吧。哇，这个糖很好。我这里。好吧，刀的，刀在这里。拿不得拿水，拿不得。你还没看到哈，我的。你拉油行吗？哎，风光不行，冒风光喂，风光给摘好吃，我多放呀，有这个楼，我们尝一块。
哎，看一下我小伙伴这块。我往里口水。到位不？好浓郁的那个蜜蜂的香味，这个野生的就是野生的，比平时在超市里面买的要好吃很多。它的可能我吃的这一块是新的，那个糖还不是特别的浓稠，但是味道还是很好。吃蜂蜜的话，它蜂蜜它这个槽一片一片的，像这个带黑色的那个焦糖色的，这个糖就要老一点，味道也更浓郁一点。这一块就颜色越浅的，它的糖就更新，它是后面做的。哎呀，有直接走了，我们就上一窝了。上面还有一窝。过来摸你，给你吐进去。这谁能去洗这个？这个还是网的，口子声小的那个哈，我们只有抽根烟，老爸抽根烟，然后把那个烟把它熏飞了，底下就干净。底下干好，这个庙干好吧，听听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烟熏了一下全都撤掉了，本来我们准备是这个香，然后这个烟更快，烟熏估计拿不到，快它走下了。哎呀，拿一下好贵好吗？看看这糖，来拿来快来，我们看一下这糖，哇，晶莹剔透，流啊。哎呀，慢些！底下给挖开来吧，把这洞口稍微挖大一点。没有带夹是吧？没带夹，就是把这个洞口下面的土掰掉一点。掰不掉，好紧哦。拿刀撬掉一点。哇，帮忙！慢抡，慢慢抡。哎呀，真浪费好多。上面的那个糖，这个糖就更老，这个糖就好 ，OK。拿掉两块，一块钱两块就好。哎呀，慢慢哥，这个好大，这块，这好长，还深吗？你把这个解释一下。我操，不行！落啊！哇，好长一块，这块完整。完整没有用啊！啊，还没有完整，里面还有。放到顶上吃，放顶上。
等于这一半是没什么糖了，没什么糖了，老了，老了。但这种糖更好吃。哇！土味，那个地方大，那个地方很大，封不掉，我讲。成个，成马上蜜蜂都被死了。死房子啥？那反正到底下还有伤害。伤害。OK。哎呀，有这些蜜蜂的。哎呀，像这个糖就比较老。这个颜色比较，哎，褐色，焦糖颜色，啊，这种糖就比较浓。像这种封了口的，它里面就是有蜜蜂仔，就是产了卵，蜜蜂产了卵在里面，孵化小蜜蜂的。哇，里面还好多。装不下了。好，插在这里面。嗯，可以。毛衣，我上去的地方。新的糖，这种浓度就是比较低一点，吃还是这种黑的糖好吃，这个香。哎呀，好好听啊！哇，这个糖，你帮我炒。哇，这还鼓动嘛？没有，滚蛋！它里面的没糖了，没糖了。哎，就那边那一块，左边那一块，这块、啊，哎，还有，这块不多吧？10000个，左边那一块还很大。割开那一块，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。大不大？大就把它掰出来。看着蛮大一块，左边那一块。哦，这个确实没什么糖。啊，最后面要留一点，因为这个蜜蜂它也要吃一点。啊，里面已经挖的差不多了，还留了一点点，还留了给它吃。然后清一下那个蜂蜜的窝。嗯，养窝这一桶。满满的哈，人人把它按回原来位置分掉。哎呀，要不要五个灯哦？要不要两个人抬？要哦。把这个洞封好。好了，现在下山了。嗯，蜂蜜我都挖出来了。这个一开始是别人做好的洞。然后后面就有那个野外的蜜蜂，就
在这里做窝。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就是采蜜的季节，因为早稻快成熟了，它的花也开完了。这个蜜蜂是靠采那个早稻的花酿取那个蜂蜜。这些田是你家的是吧？对。啊，就是在这里干活抛秧的时候发现了。来来来来，一起抬，抬抬抬抬抬，哎，好重啊！这有30来斤吧。等下把这个蜂巢挑出来，这野生的蜂蜜。好了，现在回家了，提这么一桶。有需要的老铁啊，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啊。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拜拜。